夜晚11:79，同一栋楼，404小宝宝哭得没完没了的，微信群也炸锅了。不一会儿，404业主发信息，立即掐杆，保证不会再打扰大家了。在404发出这条信息后，整个群体都沉默了。因为奇怪的是，小宝宝的哭声马上就结束了。几分钟后，群里出现了几条信息，半夜不要开这么吓人的玩笑。对啊，孩子哄就好，不要生气。404邻居，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助吗？402看起来有点慌，真的突然安静下来了，我什么都听不见，真的不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为什么孩子一下子不哭？在402说完这句话，大家又沉默了，我也来精神了。因为我跟404就住在同一楼层，在我有限的印象中，我记得404住在一个奇怪的三口之家，男主人是个瘦瘦高高的老实人，女主人从来没见过，可能是我只上下班，他忙着照顾孩子，一直被困在家里，一个奇怪的家庭，一个奇怪的男主人。所以仔细想想，他真的有可能做极端的事。但幸运的是，事情是虚惊一场，因为504另一条消息立即发出，别吓着我们睡觉，如果你不解释我会报警。看到这里，404开始解释说道，开个玩笑，孩子妈妈起床喂奶哄睡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但奇怪的是群里没有人搭腔，也许大家都吓了一跳。我正要放下手机继续睡觉，没想到另一组又弹出了信息，点开一看，是前阵子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团购外卖的微信群，404不在群里，说话的还是504。你发现了吗？404家不对劲。402立即回应，哪里不对劲？504发了几条信息，前面哭了半个小时，孩子的母亲没有喂奶，此外孩子不是成年人，哭声从强到弱，吃奶会哭几次，不会突然停止，我觉得事情不对劲。在504质疑之后，402也立即回应，别瞎想，人家真的能掐嘎自己的好大儿吗？这时候601也发话，真的很难说，前几天看到了404的男主人打了一只狗。402似乎很震惊，别吓我了。302立即反驳，嘎狗怎么了？嘎狗就会嘎人吗？而且还是他儿子。601立即发了几条信息解释，首先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有暴力倾向，其次他和妻子的关系似乎不是很好，对吧？我没见过他们一起出去，最后大家都在这里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他的妻子？我也仔细想了想，即使作为同一层楼的邻居，我也没有见过他的妻子，群里都说没见过，都说真的很奇怪。最后还是302说道，不然我们报警吧。可这时候504反问了这样一句话，没有证据就报警是浪费公共资源吗？就在他们都犹豫的时候，402又说道，怎么会这么复杂，他们就住在我旁边，我过去问问不就完了。504马上说道，那也好，那你注意一下，看看他怎么样。看到这里我更有精神了，睡觉是不可能的，我翻身从床上下来，然后贴在门上听，我听到了关门的声音，一定是402出来，他很有礼貌，没有按门铃，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。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之间没有对话，我没有听见404开门，但我清楚地听到了关门声，我百思不解，这就结束了，是因为他们太小声说话我听不见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？这时群里又传来了消息，他家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都想了，都睡觉吧。我盯着手机屏幕愣住了，我绝对没有听到402回家关门的声音，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显然关上了门，那他回家后怎么能不开门呢？莫非他进了404？想到这一点我心里一惊，群里601、302都说没事，睡觉睡觉，只有504没有说话。然后我发现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阿牛妹妹，你肯定没睡，群里的消息都看到了吧？我愣了一下，回信息给他，都看了，不是结束了吗？我不敢告诉他我刚才听到的异常，我更关心他为什么会单独给我发消息。504直言不讳地对我说，阿牛妹妹，你没觉得事情不对吗？我当然觉得不对劲，但我还是不敢轻易告诉他，以免节外生枝，所以只是回复，出了什么事情了吗？他的消息回得很快，显然精神也很紧张，我觉得他最后回复的信息不对劲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平时有打字的小爱好？是啊，以前402的消息几乎每一句话都会给一个温柔的语气词啊，但是这次却没有，看起来严肃多了，这是否意味着？我不敢再想了，继续在手机上回复504，是那个压字体吗？你觉得最后一条信息不是他自己发的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门外有一些轻微的噪音，我忍不住靠近猫眼，这一看可把我吓坏了，因为门外404男主人那张奇怪的脸居然也靠在猫眼上，我吓得直哆嗦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否则我就会暴露出来，谁知道他把402怎么了，谁知道他会怎么对我。但幸运的是，我突然想到这扇门上的猫眼是一只单向的猫眼，也就是说即使他瞄准了外面的猫眼洞，他也看不见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只是稍微松了一口气，然而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我勇敢地又凑上了猫眼，
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透过猫眼，我居然看到外面空无一人，404那个男的已经消失了。这么快吗？虽然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，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对劲。但当时我心惊胆战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我拿起手机，在屏幕上看到了504又发了几条信息。是的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是402那个年轻人发的信息，而是404男主人发的。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这大半夜的该怎么办，要不我试试打402的电话。我赶紧回复他，别打电话给他，你还没打电话吧？说实话，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，假如他的手机是真的在404男主人手里，那么504一旦打电话，我们不就暴露了吗？尤其是刚刚发生的一切，那我觉得404男主人一定意识到了什么，才会在我门口偷看。只是我没有在群里发任何消息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所以才勉强的没让他找我麻烦。而且一旦暴露，离他最近的是我，倒霉的大概率也是我。不过好在504回复我的信息是没打。怎么了？直接打电话不就能确定是不是他自己了吗？或许他肯定还没睡着，但是如果不确定最后一条信息是不是他发的，我就真睡不着了。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，没打电话惊动他就好，我都已经打算报警了。但为了让504不捣乱，我决定告诉他我刚才的事情，打字描述我刚才遇到的一切，真的花了很多时间。而504看完之后直接震惊，不是吧，太可怕了吧。我就说信息不是402年轻人发的。我马上回复他，我要报警了，千万不要打402的电话，最好让警察处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504竟然发了这样一条信息，早报警了，不要乱跑，更别向402跑到404打听情况，警察来的时候会联系我，记得不要出去等我的信息，然后一起跟警察解释。我回答好的之后，我有点放心了，因为只要警察来了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可是504两次强调不要出去，终于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了404关门的声音。但当我看着猫眼时，我看到了404男主人的脸，都关门了，他还在外面，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回自己的房子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出去，如果他真的有暴力倾向，我不就嘎了吗？显然504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当时我的脑子太乱了，没有怀疑到另一点，504为什么思路这么清晰，504的思路为什么会那么清晰。没过多久，手机不断的有消息响起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504把刚刚没睡的601、302还有我一起拉来的小群，504把他的疑惑说了出来，顿时601和302也精神了，纷纷的询问情况。504开始的解答，并且把我碰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，但他最终的目的显然是最后一句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等警察来处理就好了。打扰大家是因为如果警察有需要，还请各位配合描述今晚碰到的情况。601与302纷纷表示没问题，毕竟404男主人说要打了自己儿子已经足够可怕的了，再加上402的不知所踪，这件事不彻底的弄清楚，估计今晚谁也睡不好觉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，警察终于来了，但并不是直接来到四楼，因为报警的是504，叔叔也先去找了他。不久504就在群里发了消息，警察到了，我正跟他描述情况，一会儿他可能也会找你谈谈，知道了吗？401。我连忙打字回复道，没问题，主要还是弄清楚404家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有402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又过了两分半钟，504发来消息，好，他下去找你了，让我不用去说，还没弄清楚，太多人走动不好，影响其他睡着的人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连忙又小跑到了门前，凑近猫眼往外看，可惜我是看不到404房门的，只能继续听声音。很快我听到了电梯门开关的声音，以及皮鞋的脚步声，叔叔来了，但是好像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，叔叔停在了404的门口，可能是没人回应，他拨打了电话，听声音应该是跟同事说话。帮我用派出所的户籍系统查一下阿牛小区四栋户主，404的电话马上要用到，顺便查一下402可能也会用到，马上发给我。过了两分半钟，他又继续对着手机说话，你好，请问你是404户主吗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家有噪音扰民现象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，小孩生病了。原来如此，这边没什么事，我会跟报警人沟通，你先忙。挂断后他又拨打了一个号码，只不过这次声音很小，我根本听不清楚他说什么。随后脚步声又开始响了起来，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他是往我家的方向而来了。我没有提前开门，而是静观其变。我从猫眼看了出去，对方确实是身穿警服的模样，只是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样貌。有人的，马上开门。我正准备打开门，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不开也没问题，大半夜的，免得让你担惊受怕，我就说几句话。
504住户说，你也对404住户今晚做的事感到疑惑。我刚刚已经问清楚了，他家孩子哭闹得厉害是因为生病了，现在一家三口都在医院，群里的发言完全是气话，请不必过多的担心。原来是孩子生病了吗？不对，404发出那个恐吓信息后，他的孩子马上就不哭了，况且我还在猫眼里看到了他，这又是怎么个事？至少确定他没有去医院，他的孩子也不是因为外出才听不到哭声了，也有可能是真的被他掐嘎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402他人呢？这其中太多疑点，所以我必须保持警惕。好的，那402住户呢？他应该是去找了404了解情况的，然后就没有回家。警察的声音却非常坚定，他回家了，我刚刚也打了他的电话，他是半睡半醒接通的，已经确认了他的人身安全，因为夜深我也没有让他出来。什么？402什么时候回家了？那时候我明明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。听到外面的警察继续说着，另外我是负责这片辖区的民警，如果还有什么事直接打我办公手机就好了，不要拨110，转接起来比较费时间。我的号码已经给了504住户，他说会发给你们，今晚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好的，叔叔你辛苦了。此刻我对这个叔叔产生怀疑，凭什么让我不打110？因为怀疑，我继续通过猫眼往外看，我看到叔叔转身去，可下一秒404男主人那张怪异的脸又出现在猫眼上，我被吓吓得浑身哆嗦。但不过奇怪的是，门前就那点空间，为什么叔叔发现不了他？壮着胆子再次凑近猫眼，而外面的情景更加怪异了，叔叔正在等电梯，而404男主人却颤颤巍巍地跟在他后面，一直地盯着他，警察叔叔居然毫无察觉。随后警察叔叔进了电梯，此时的他理应是跟404男主人面对面的，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就这样让电梯关上了门，他就那样离开了。而404男主人转过头来，我吓得立即冲回房间，躲在床上瑟瑟发抖。此刻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有问题的不是警察，而是404男主人。看样子警察叔叔也是被蒙在鼓里，因为他完全看不到404男主人。难道是因为404男主人不是人吗？还是说有问题的是我吗？又或者说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他吗？想得我脑子都要炸开了。而在我经历这些事的同时，手机群里也弹了很多信息出来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连忙点开看。504跟大家说了警察叔叔的调查结果，并把他的手机号码也发在群里。302质疑为什么要联系警察叔叔手机这件事，但504给出了完美的解释。我也问过他，他的意思是110，电话是指挥中心打了，还要调控，给他需要时间。但是打他办公电话，他能马上赶过来处理，他也不用再跟110做报告，是双赢的。这么一解释，我就完全理解了，警察叔叔是没有问题的。有问题的真是404男主人啊，从头到尾都是他有问题，从他发出要掐他自己儿子的信息开始，就预示着这一切了。504让大家可以睡觉了，意思也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可是我觉得肯定远远没有完结，此刻我不想再独自面对，所以我立刻把刚刚看到的诡异现象全都说了出来。这一说，群里其他三人都炸了。不是吧，你会不会看花眼了？怎么可能警察叔叔都看不到他？阿牛妹妹你怎么了？你说的越来越悬了，我都被你吓到了。我也解释不清楚，只能跟他们承诺，我个人精神状态是非常稳定的，但我实在搞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突然一直沉默的601也给我发来信息。阿牛妹妹，我觉得302有问题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我又被问懵了，302能有什么问题？反正我是感觉不到。我们的阳台都是没有封窗的，是可以一层一层的爬上爬下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的没错，但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这跟302有什么关系？302跟402一直都不怎么友好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俩因为楼层隔音问题吵架好几次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之前你听到的402聚焦404时候，会不会那个人根本就不是402？不得不说，601的脑洞是真的大，我完全不知道302跟402还有这样的恩怨，不是402难道还能是302吗？没想到601回答的确是那么肯定。没错，302敲完门之后就往楼下跑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回到402，不是吗？我又惊呆了，这真是个脑洞大开的想法。你是说302从阳台爬上了402，然后？我也只是猜到而已。你为什么会看到404男主人我不清楚，但前面那件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可能302已经把402给嘎了。这段话让我脑子更加乱了，为什么601会突然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嘎人，就算是吵架也不至于嘎人吧。601也拉了小群，只有我跟504，我还在混乱中，他俩已经滔滔不绝地在商量了。再报警肯定不行，警察叔叔才刚刚走，再乱报警搞不好今晚都得去叔叔那里报到了。但置之不理也不行，如果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，那倒不好，大家都会有危险。他们说来说去总结了两个要点，404男主人肯定有问题，
说不定他把自己家人都给嘎了，所以婴儿才会在那一瞬间就完全的没有了啼哭声。而他接警察的电话，很有可能人还在家里，是在演戏。而402非常有可能将601所说已经遇害了，不然不会像是换了个人，这只不过是302还是404打了他，这不好说。只要有一点点线索，那我们就可以报警了。问题是，这一点点线索要从哪里找？对啊，现在就是缺少线索，该怎么办？401，要不你去敲一敲402的门，只要听一听里面有没有回应就行了。如果没有，那说明警察叔叔打电话给他时，接电话的肯定不是他本人。没错，你去确认402的情况，我也想办法确认404室内的情况。如果404男主人真的搞出了什么大事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打算从阳台往下查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瞄到什么。说实话，我有些犹豫，在猫眼里看到的那些可怕画面已经让我心惊胆战了，我不太敢打开那扇门走出去，万一404男主人就守在门口，那我不是送命了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又收到一条私信。你有没有发现601好像跟402一样，都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看着信息，我的脑子已经快烧坏了。601怀疑302有问题，302却反手说601像换了个人。我连忙回答，怎么说，你发现了什么？601之前说话很有逻辑的，会带上首先其次这样的助词，但是他沉默了大半个小时之后，说话就变得没有任何逻辑了，也就是警察叔叔来了之后的事儿。确实如此，因为刚刚601质疑302所说的那些话确实并没有太大说服力，一点都不像是原本那个严谨的他。问题是，我到底要如何验证他们谁真谁假？说到警察叔叔，我也发现问题了。你那边是一个警察叔叔上门的，对吧？可这是违规的，单独一个警察叔叔根本不能外出执法，必须两个人才行，哪怕有一个辅警都行。所以我也想问你，你确定只看到了一个警察叔叔，对吗？是的，只有一个警察叔叔，我非常确定。事情肯定有蹊跷，我得再报警才行，而且也不能打那个手机号码，我觉得事情不对劲，我直接打110吧。之后他的信息就停了下来，应该是在打110了。趁着这个空隙，我认真地捋了捋今晚发生的事，突然我想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。504一开始他是不同意报警的，但是后来却又是他亲自报警的。如果说那个警察叔叔有问题，那不就说明其实504也是有问题的吗？联想起来，一开始拉小群的也是504，他拉那个群聊后就开始了报警的戏码，一直持续到他发了那名警察叔叔的手机号码。难道那个群是为了不让我们打110的吗？那么上门的警察却没有让我开门就能说得过去了，因为他是假的，隔着门我就不能识破他，但如果开门，说不定我就能看穿他是假的了。想到这，我心里已经侧向相信302了，毕竟他是真的报警了，而且还是打110。可是接下来302发的信息却让我焦虑不堪。打完110了，因为说不出太好的报警理由，所以接线员说让附近巡逻警员过来查看一下，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。问题是接线员说，此前他们都没有收到我们小区的任何报警，所以千万别出去，锁好门，等警察叔叔就好了。我也弄不清今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我选择等待。